倩儿，哎，姐姐醒了。林夕，快把我昨天睡的褥子收拾一下。是，快。倩儿，倩儿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好，多谢。姐姐，用点早膳吧。啊，来，漱漱口。来，佳儿，吃点东西。怎么样，合胃口吗？如果你想吃什么，你就告诉娘，娘亲自给你做。嗯。娘，你这样盯着姐姐，让姐姐怎么吃啊？啊，是是，佳儿，那你慢慢吃啊。这嘉宁阁是你出生的时候啊，你爹特意为你修建的。这嘉宁二字还是高祖皇帝所赐。还有这梳妆盒，你急急的年岁，娘亲自请工匠打了这只梳妆盒。你看这玉珏和你的手串是出自同一块玉石。这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随着你长大，爹和娘一件一件置办的。还有院子里的玉兰树，那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爹亲自为你种下的。18年了，玉兰年年开，娘年年盼着你能回来。娘，郑叔说玉秀阁收拾好了，姐姐一会儿就可以过。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佳儿回来就好。凤儿，一会儿找人把这家里娘给佳儿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搬到玉秀阁去。这么多东西，那得搬到什么时候呀？那院子里还有棵树呢，总不能把那棵玉兰树也给刨了吧？这，我想到了，不如让二姐直接去玉秀阁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二姐，你觉得呢？二姐，大姐回来了，你不就是二姐吗？啊，青儿，没事，只是搬点东西。风儿。我又说错话了吗？没有，风儿说的对。这嘉宁阁本来就是姐姐的住处，还是我搬吧。青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娘，没事。姐姐回来是大事。是啊。这样不就省事多了吗？就不用搬了。佳儿，娘为你啊。
若再早一些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和你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了？你的家人，他们都很牵挂你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娘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，她一直都在苦苦地找寻着你。 你呀，有两位兄弟，一位大哥高大威猛，一位弟弟调皮可爱，还有一位乖巧懂事的妹妹。若你还活着。 你可以看到这一切，该多好！是我害了你，你和家人近在咫尺，却生死两隔。 殿下放心，这条线索我们已经跟了那么久，这次一定要让陆远、任臧并获。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明天晚上廷尉会前往渡口，你去武库捉裴如海。是，下去准备吧。是。老师，学生不会让你忙死的，不出陆远，誓不罢休。二小姐。 自从大小姐回来，别说夫人、长公子、二公子了，就连下人们都敢给咱们脸色瞧。小姐，你怎么还亲自给她做糕点呀？她毕竟是我姐姐。小姐，咱们平时都不这……别说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 他去哪儿了？喂，病人的药好了。情况还可以，现在给你开副药方。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，药到病除。孔成，抓药。好嘞，跟我这边走。